好了，今天又要来教一首 Roscoe 的歌了 ，OK？ 这首歌叫做 I Hear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，OK？、Okay? 那这首歌呢，我就不从头打一次了，太浪费时间，我直接讲一下它这首歌的重点好了。好，首先呢，你先买个 Roscoe 的谱 ，OK？ 你可以，我蛮建议大家买数位版的 ，OK？ 数位版它会给你下载，还蛮方便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啦，它第一段呢，第一段其实就很容易的，它这边你会看到有个东西呢，叉叉在下面的这个第二个音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代表叫你用脚去踩 hi hat， 所以就是，呀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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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这样子的，用脚去踩而已，你看到这叉叉的话，你就很明确知道不会去用手去打了，只是用脚在做一个 cross hi-hat， OK， cross 掉它。好，那难的是在第四小节，它改变开始有个过，我们是这样子哦，掐蹦，我再看一次哦，蹦，掐蹦，噔，蹦 ，OK， 那你可以单独练一下后面两拍，是一个先一个 tone one， OK， 高的 tone， 以后呢？下来我们的 snare 都是右手右左右 OK， 然后再过来 OK， 好 1 and 2 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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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and 2 and
three and four and. 再次哦 ，three and four go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. OK， 很容易吧？这个过门你要练好哦，它等一下后面会一直出现这个过门。好，那这个整段呢，其实你看它东西不难，会，但是会难在哪里？难在你会忽然间迷失掉你的一二三四拍。你假如不在心里数 one and two and 的时候，你会变成嘣恰恰嘣，打到第几拍，你会忘记掉，你会迷失掉。OK， 因为它就是嘣恰嘣嘣恰嘣嘣恰嘣嘣，和打多了以后你就开始有点混乱，所以你要数清楚 one and two and。要在心里数拍子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了。下一段它的 verse， 它的 verse 呢，就是一直跟我们平常打的节奏不同。平常是打这 high hat 嘛，它呢把这 high hat 的东西呢移过来，这打这个 full tone， OK， 变成比较低沉的感觉，变。你会发现到这边的时候它也是用脚去踩的叉叉，所以代表说你不用去手去打这 hi-hat， 只是单纯的用脚去踩的 hi-hat。 OK， 那就会这样子。再看着 one and 一起 two 一起 and， 然后呢要再一个 three and 一起，然后你会看它写一个 cont， 然后SIM， 它就是 continue similar 的意思，就是说后面呢都会一直重复这一个小节，一直重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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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哪里呢？重复到它有出现新的东西以外。 OK， 好，然后到最后这个小节它这变成一站哦， one and 一起 two and three and four， 就是这个时候一直嘣三次，然后中间一个多这个 OK， 就是这边很容易不小心踩到两下。 OK， 再一次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， 就是这样子而已。 OK， 好，这边应该都还好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版了，然后再来就到它的 chorus， 它的副歌的位置啦，然后就回来一个 crash， OK， 加大鼓，然后又回来这个咯，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好，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又一直重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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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就到了二十四小节了。二十四小节有没有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东西？没错，刚刚我前面叫你要练好的那个过门这边又出现了。我们试试看，就是这样子 one and， 再一次 three and four go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。
很容易吧？好，然后就到我们的 intro 的 vamp， OK， 那它基本上跟我们的 intro 是一模一样，只一开始的时候加个 crash。OK， 假如你前面 intro 有很认真练的话，这边应该就不用练了，直接跳过它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到我们的 instrumental 的 section， 就是乐器的 solo 的段落，或者只有乐器的一个段落。OK， 好，然后这一段呢就开始出来一些比较正常的节奏了。OK， 我们习惯常打的节奏就是。弹打的吧，很容易的节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跳过到它的第32小节，然后就发现32小节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过门，我们刚刚一直出现的那个，哎，但是你看清楚哦，有一点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在哪呢？在最后一拍，它是加个大鼓，然后加个 crash。OK， 刚刚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photo 嘛，它变成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我们试试看哦，就是变成这样子。再次 three and four go， 好，那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你有看到它这个 crash 呢？它有一条线，那这条线的意思代表说呢，你敲完以后不要去盖掉它 ，OK， 一定要让它一直延续。虽然它后面有休止符出现了 ，OK， 但是呢，你还是要让这个拍子继续，这个自己慢慢的延续到它结束掉 ，OK， 这是重点。假如今天它没有写这个线的话，你可以来变成这样，跳完马上盖掉 ，cut 掉它 ，OK， 但是有的话就让它延续，不要停。OK， 好，这几个地方呢，就是这首歌的一些小小的重点啊。OK， 记得把这几个重点练好，还有很重要，在它 intro 的部分一定要数拍子，不然的话，你很容易打一打，不知道自己打到第小节的时候，你就会忘记过门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若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OK， 拜拜。